第一次跟坤哥见面感觉是什么样的？很开心，很兴奋。两位为什么要选《画心》这首歌？因为这个歌从来没有两个人合唱过。我觉得我们的声音还蛮契合的，给大家一种全新的感受，一定能够唱到你们心里。与黄丽玲一起为杨坤冲刺加速，星期五晚10点，经典歌王冲刺夜。